8月27日，应采儿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儿子 Jasper 上学的背影照，并配文：“孩子，我要求你读书用功，不是因为我要你和别人比成绩，而是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，选择有意义、有时间的工作，而不是被迫谋生。”照片上 ，Jasper 小小个子背着大大书包，更显反差萌。此前就有媒体爆出一组应采儿带着 Jasper 修剪头发、购买衣服、鞋、文具的照片，想必也是在为开学做准备吧。整个过程，应采儿十分体贴细心， Jasper 则一直安静跟在妈妈身旁，乖巧可爱，网友们纷纷赞叹不已。芒果捞新闻，1年级新生小小春同学要加油哟，不到。